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SPD 发，我是 Special Campo。OK， 我们今天接到一个案子，就是要我们开运输机去运货啊。那运什么？等一下应该就知道了。好，我们来看一下，飞机已经停在那里了。OK， 然后等下货应该就会来了，看一下。哦，应该把飞机移到后面这个点这里。Park and exit the plane, then wait for the cargo truck to arrive. Okay. Okay. 我们在这边等那个货物来吧。啊，有看到卡车，看到卡车了。哇塞，要运的货这么多哦。哦。它是会卸下来吗？还是我们要自己装啊？看一下。Hello， 过来一点啊。看一下。Unload the cargo from the trailer and load it into the plane. Fit as much as cargo into the plane as you can. If not, everything will fit. You may leave it behind for future shipment. Use the fork to unload. Okay, 一样要用堆高机啊。所以就是能装多少就装多少。重点是又没有堆高机了。请问一下，堆高机在哪里？哦，有了，终于！来来来来来，disable fork collision allow you to get under object. Press right mouse button to attach an entity to the fork when it's in the fork area. Press left mouse button. Okay.然后看一下，先把前面这个弄下来好了。哎哎哎哎哎，来来，看看会不会进去？有没有对准？哦哦哦哦哦！Whoa! What the hell? Oh my goodness! 下来一点，上去一点。有了，有了，有了，这样子应该可以。然后我们把它放在这里。然后我们再去装。他说能装多少就装多少，欸。他这个红色的这个到底能不能，我看一下。他这可以吗？欸，可以耶，欸。太猛了，这有点不太科学吧？这个有点不太科学吧？这个，哇塞，那个什么，我们假装我们用某种力量把它弄下来，我们还是要真实一点嘛，对不对？所以开进来一点，勾住，好，这样子大家就不有意见了，这样可以了吗？一样，把它放到这边来。
然后这一台车到底能不能那个啊？我想要这个最大的货可是它最大的货没有站板啊。它这个没有站板，它我们就假装它有站板好不好？因为这个最大的这个货我送定了，我们直接从它这下面插进去啊！哇，这个也太屌了吧！这个哇塞，这个真的很猛，这个很猛。你看得到路吗，先生？哇，完全是看不到路的状态啊！好，放这里。能送多少就送多少，那我就把全部的货给拉下来。可是其他东西就很像那种油桶的东西。好，没关系，这个小型的拖车，这个要把它弄下来好像不太合理哦，这个。我们就假装把它弄下来了，好不好？哦，这个也太，这个也太 OP 了吧！这个 OK， 可以，我觉得可以。GTA 5里面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了，对不对 ？OK， 然后我们再去把这个给拿下来，我们再拿一个就好。我先看看那边的货到底装不装得下，如果装不下，拿再多也没有用啊，因为它毕竟那个是有限。好，这样应该就可以了。然后看一下，我们把那个货仓的门给打开 ，load cargo。然后 manage， load cargo。哦，这个太大了是吗 ？Unable to load cargo into plane. The selected item may to be too large。那你拿着来给我干嘛？我们来忽略它的重量之类的，看看能不能。哇塞！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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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先把其他的东西给放进去 ，unload less cargo 啊。OK， 我先把其他东西给放进去好了。我看看，这个小的可以，然后这个桶子可以，这一台车可以，然后还有，我记得还有一个哦。这个桶子在放，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哇塞，排排站啊！我看一下，哦，我觉得可以，哎，刚刚好，差不多，哎，进不去啊。Hello， anyone here？ 应该还可以放吧？我不知道，哎，因为这个最大件的已经完全放在最后面这里了。哦，应该放不下了，我觉得。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把全部的东西卸下来好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那边车上的东西要全部卸下来，你才可以就是进行下一步还是怎么样的。总之，我们先花一点时间，剩三个，我们把它弄一弄，反正很快。对，好像在玩那种小游戏一样，你知道吗？剩两个，剩两个，快点！边 OK，
好，剩最后一个，剩最后一个，快点把它弄过来。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如果把这四个都给装上去的话，会怎么样啊？cargo low cargo， 看一下，装。It looks like you cannot fit any more cargo in your plane. Deliver the cargo to Frozen Kudo. OK， 已经装不下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哦，幸好我把那个最大的给带上。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送到那个军事基地去了。OK， let's go， 剩下那边的东西其他人会处理。那我们准备起飞了。哟呼，睡啦。OK。那我要讲的就是哦，军事机很近嘛。这张是44张，就是 LSPDFR 的最后一张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做 LSPDFR 的最后一个任务。这么近有没有搞错啊？为什么不用车子运送就好了啊？请问最后一个任务啊？然后我说45张是特别篇，那各位可以留言在底下，在这一部影片的留言底下哦。说下一章的特别篇，你想要我做什么？就是可以越夸张的越好。我们绕一圈好，我们从另外一边降落。越夸张的事情越好，就是基本上你要不要游戏做不到的事情，就是游戏里做得到，然后越好玩越有趣的，我就会越会采用你的留言，好吗？在底下留言，然后我会选差不多10到15则的留言去做。就是看在GTA 的 LSPDFR 里面，就像类似疯狂警察那样，你们想干嘛叫我干嘛就干嘛。OK， 那就是尽量做游戏里做得到的事情啦。那你们如果留的言越有趣，我觉得越不错，我就会越挑你的留言来弄。那我就是挑10到15则啦，差不多。作为LSPDFR 的结尾，就是特别篇。那44章就是 LSPDFR 的最后一章了。我们现在就在做最后一个任务。那 LSPDFR 从2016年来到2010年，差不多5年的时间的连载，中间虽然有断过一点啦、啊，就是到这边正式画下句点了。LSPDFR 之后应该不会再出第4季了。那接下来，如果大家还对这个警察系列有兴趣的话，可以多多看我上传的那个 GOP 安宁守护者的影片，它就是 roleplay 的玩法比较多一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多看。那我们接下来就在这边降落，然后关于 LSPDFR 的，因为很多人都想问。LSPDFR 的我在用的一些模组或是一些插件还是什么的嘛，对不对？所以我最近会慢慢的啦，把我觉得不错的或是可能有一些人想知道的一些 LSPDFR 的插件或是模组放到我的 Discord 社群里面。那如果你还没加入我的 Discord 社群，那现在可以赶快到连接底下加入我的 Discord 群组。那个我会大概会放在模组讨论或是警车插件建议那边吧，我不会一次全放啊，因为有一些模组我还是要去看一下在哪里。那你们可以等，就是等我的那个等我传啊，这样子好吗 ？Oh shit！ 太大了，我应该 ！Oh my god！Oh god！Oh great！Oh shit！ 我应该不应该开到这个地方来的？刮那个。油罐车会哦，
我本来想说开这个金，开进这个金库，不、啊、机库了。关那个油罐车会爆炸。我来试看看好了，卖北霸哦。哎，再刮了，再刮了，再刮了！得得得！哦呦呦，哎呦 ！Holy crap！ 这边还有一个，哎，这是运送物资啊！你，哦，他送到后面的机库这啊。好，我们送进来了，虽然一个螺旋桨被我玩坏了。OK，ASIC，Nice。然后呢？我看一下他刚才说了什么，要 unload 吗？哦，还要等那个 cargo truck arrive 就对了，他会来载。看一下 unload the cargo from the plane and load into the cargo trailer. Use plane cargo menu to unload from the plane. Use for Oh my fucking！ 你这跟我开玩笑，你还要叫我一个一个吐下来，然后 ，OK， 呜呼，全部掉下来，全部掉下来 ，unload， 全掉哦全，哎呦哇塞，这个你要叫我什么 ？Hello， 啊，哦哇天哪、啊，好累啊，我看一下。我们要怎么样把全部的东西给搞上去？我们先把这个最大的弄一弄。好啦，那就是这样子。基本上没什么好说的，就是 LSPDF 啊，这五年呐、啊、的这五年的连载终于结束了。然后刚才讲到哪里哦？就是一些插件呐、啊。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去我的 Discord 的群组，那边有专门的讨论区啦。然后我会应该最多人问的就是警车的模组了吧？我会在你们会加入群组到那个插件讨论区或是建议那边，你们打上你们在我影片里面看到，就是你们想要就是。想要知道这个模组是什么，你可以在那个模组建议那边打，然后我有看到的话，我就会尽量去找，看我还找不找得到，因为有些东西其实还蛮久的，大概是这个样子啊。我只会找给你，你不要跟我说教学，教学它基本上网络上都有，你自己去 Google 一下，好不好？就加进我的群组，然后把你在我影片里面看到你觉得你想要的模组之类的，你把它打在那个里面，我看到的话，我就会去找。如果有找到的话，我就会贴给你。啊，那如果没有找到的话，我可能就不会贴了。OK， 大概是这样。OK， 我们把剩下的东西给装一装。哎呀，早知道该不要装那么多了啊。这一个一个弄上去好累啊。那个会掉下来吗？会哦，会掉下去哦。哎，没有。那不然他刚才是怎么掉下去的？OK， 换下一个。哦，你看他掉下去了，离开我们视线，他偷掉下来。
剩下两个，我们先把这个红色的给弄一弄。这红色的应该是最神奇的东西了，就是刚才神奇的把它举起来。Oh, oh shit, oh shit. Oh no, oh what the? OK, 那样子你想要这样子也可以，没关系，那我就当你罚方就了。因为毕竟这个东西也不够长啊，也没有在上面，也没有人在上面拉，把东西给固定好。好，这样子合理多了吧？哎呀呀呀呀呀呀！这不够高啊，老兄。好，哎呦哦，啊 ，OK， 这样可以了。Successful unload cargo, the truck with departmentary. OK， 那我们应该可以走了吧 ？Momentary. Press right to continue with another cargo shipment. OK， 不需要再运送了。Are you sure want to end this call out?Yes, great. 那我们今天这个任务就完美的结束了。对了，算完美了，至少没有坠机，那个货物也没有全部爆掉。那这样就可以了。OK， 那我刚才讲的东西，各位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弄，就是记得在这影片下面这部的影片下面留言哦，不要跑到其他地方留言哦，好吗？那我们就在下一章的 LSPDFR 的特辑再见哦，拜拜。